大哥怎样称呼啊？我叫 David Chang， 是从文莱来的。你当初是怎样接触到李亚的这个 machine 的？这个 machine 是我一个朋友叫做 Mr. Han， 他介绍我这个产品。这样你用了之后对你自己有什么改善？对我自己，我的甜尿原本是很高，有家族遗传的血糖，过后用了这个机器和这个水，就过了4个月，我的血糖也是变了一半。你原本的血糖是多少啊？20.7。现在最近？最近昨天我才验是10.4。本来你是有吃药的是吗？对，吃药有半年了。然后现在呢？现在没了，没吃。大哥，你本来是有在吃这药的是吗？血糖？对对。吃了大概多久啊？我是大概有8个月。吃那个药每一天？对，每一天都有吃。这样现在的话呢？现在就没了。我是从12月尾开始，我就没有吃这个药了。你也是从12月开始用这个 machine？ 对。OK， 这样除了你自己的话，你的家人用了有什么改善吗？家人是我爸爸，我的父亲咯，他是有中风的现象，已经有6-7年跑路也是没有力。我过后也有给他用这个机子，他用了2个月，可以看到他的改善了，跑路也有比较有力气了。就是原本是有轻微中风，然后不能走路的时候不顺。对，他不是轻微，他是蛮严重的中风。然后用了这个 machine 了过后大概多久？他用了2个月到3个月左右，他就比较可以走路了。可以，比较跑路就不用一直要人家扶了。所以之前有听你分享，原本你的妈妈是要每天晚上的时候要扶你的爸爸去上厕所，对对，现在就不需要了。不需要了。OK， 还有什么其他的吗？睡眠方面啊，还是你工作？我睡眠就是我一路来就有睡眠的严重性啊，就是每次要很迟，1-2点才去睡，4-5点我就去爬起身了。自从我只是单单喝他的水罢了。2个星期我就睡眠就变得很美，晚上7点、8点我就可以一睡睡到天亮。像你喝这个水的话，有跟普通的水有什么差别吗？比较容易进口啊，比较容易进口，可以喝比较多，喝比较多。还有什么其他的吗？没了，谢谢。